届巡演超过34年的长寿音乐剧《歌剧魅影》又来了。尽管是第4度造访宝岛，但今年意义却不一样，因为受到疫情冲击，百老汇音乐剧全面喊停。但《歌剧魅影》目前幕后大批工作与演出人员却能顺利来台演出，而且一演就是22场，所有人都心存感恩，直夸台湾防疫做得真的很好。为了有最棒的效果，制作团队特别将演出场地台北小巨蛋营造出剧院氛围，所有道具服装都是海运来台，特别是声音效果更力求完美。The show sounds really fantastic. You know, we've bumped up the equipment a little bit, the sound equipment, obviously, because it's a much larger venue than a theater would be. And so you can see, you know, there's quite a bit of rock and roll gear on either side of the stage here. And to bump up the sound and to make it not only audible, but make it a really good experience for each and everyone in this huge auditorium. 这次访台演出的卡斯，魅影一角由乔纳森·罗克·茅斯担纲，女主角克里斯汀则由首度来台的卡利安·沃尔西主演，她也是史上最年轻的克里斯汀，令人期待。主办单位矿宏艺术表示，这次歌剧魅影台湾场次是全球疫情下唯一如期演出的国家，也成为全球瞩目焦点。国外工作人员都依照政府防疫措施，力求防疫滴水不漏。我们也针对这样的防疫措施，然后也配合政府，然后来做这样子的14天的一个防疫的规划，然后也配合政府，我们也在他们出旅馆之前，我们也做了二筛的部分，最主要是要让演员安心，让那个观众也能够放心的进场看表演，这样子。歌剧魅影是作曲家安德鲁·韦伯的卖座巨作，累计票房高达60亿美金，就连音乐剧原声带都创下4000万张销售量。若曾未亲身感受过百老汇音乐剧的魅力，歌剧魅影绝对是最好的选择。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、张昭伦台北采访报道。